欢迎再一次回来《世新新闻》的现场。中秋梅滨乡遐发生一桩枪案，跟姓一男子顶个人，根本要对大南高滨乡要来找人讨小来寻仇，但被同行的男子开枪来拍到正边的后巴肚，受到重伤。而男子被人送医之后，一家人煞来得意，随后煞找十八岁男子来打罪。不过，滨乡分局亲自调查，来拆破因的白贼话，并将其他嫌犯带回侦办。掉枪的男子是被送来病院急诊室急救，不过是皮肉受伤，并无大碍。他自述他在路边遭到枪击，身上有两个弹孔，子弹并没有留在体内。经过电脑断层的检查，并没有伤及内脏，只有在左腰部的肌肉跟皮下层受到伤害。事实上，掉枪的男子伊和其他五个人在中秋暝是要对大拿前往闽乡北岛，要用一名男子来讨2500的欠少，但对方知影就报警。伫干涉男子一家人到闽乡北岛，发现警方咧巡逻，男子要开车逃走时阵，却被坐伫后边的男子生擒来拍到。侦讯男子就拿他的所携带的改造手枪哈，把玩。那因为弹夹有卡弹的现象，他在拉滑套的时候不慎来扣到扳机，使得子弹射出，误击到驾驶，减轻驾驶受伤送医。正值是穿过着车内，伊也咧拍伤着车内的驾驶。警方在车上找到枪支等证物，而男子受伤送医，但同行的人所惊的代志不空，全部来当场逃走。需要找人来担罪，不过警方是感觉真可疑，是归坑了后担罪的男子才讲出实情。最后警方将因六个人以违证、杀人未遂和违反着枪炮管制条例等罪嫌，依上法办。新闻高玉芬、柯耀宏、闽乡乡采访报道。